水温面积就十几公斤蒸发了，推动发水服务。是22年前，味道的曲风可以人工服务，给流通当平稳，并且推动了民众面向世界去高水抽水的味道。我了为全土就3到5公尺，让床头发现有抽水人的障碍。5年前推动让政府使用条件年日代人的权利购买方式，搞破民间来竞争管理。我5年的合作到2个大起码之后，床上是总下去，各打其招的。你也讲过没人管理会发生危险，让政府过去把公告禁止民众来调为高水抽水，啥引起的当作民众反弹。什么样个挑水托、挑水设施，也是土木船限制损耗。有民众想告诉，日本损耗的数目严苛，这么容易搞。你今天本来想要来玩的，但是现在可能不能玩，你会觉得很可惜。可惜。5年前，台湾政府同发水府为爱管理，同时经营水费的高料设施。三因为营运状况不好，创伤集体两个代用年的某一个住下业，为了避免无人管理发生意外，同县政府公告，今年春节起时发水库专门的搞水，同时将由救生员直接为数万人来接。不过有民众因为县政府按样在电刀头来做，当初设计是治洪池，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我们的县民在活水库那边去做戏水。那既然已经有活水库这个好的场域了，你们又骗了救生员，就只是因为一个厂商问题，然后就不开放，这就变得很矛盾了。把水上活动的是做的比较丰富，然后另外一边突然这里禁止游泳的，这个我无法了解。同县教育处讲，下半年我开始另外经营这边的尝试，希望顺利另外，我要求厂商提供完善的高水环境和设施，本民众都要重新的发水库安全的高水。下个新闻陈桂明，台东报道。